大家好，这里是 Shinix 为大家带来《光临 Online 三测》的游戏视频。之前上期也是，终于是又重新回到主线任务了。我也是做之前也是等于是犯了一个比较，算是我的计划吧。毕竟对游戏不太熟悉啊。等于是在我对这个游戏后期进行规划的时候，也是犯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错误吧。也就是我等于是先选择了先去造这么一套装备，等于是把我现在装备先提升上来，提升来之后呢，再去做主线任务。结果发现现在我们打的这主线任务呢，依然是我们已经打过，哎，不好，吃错肉了，那是自己的肉。现在主线任务打的依然是我们已经等于是打吐了的粘鸟加青冠鸟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毕竟还是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吧。现在可能是就比较无聊了，因为这两只怪我估计已经快打了，给我感觉上不下20只了吧。印象中很多啊，估计大家可能看着已经是比较无聊了，但是就跟大家抱歉吧，也是没有办法，毕竟不太清楚。我要是知道后续还是打绵鸟的话，而且这个任务不是那么难啊，我估计我还是很有可能还是在穿着鬼手珠的套装在打的，但是现在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。哎，你会叫吗？还好会叫。有时候鸣鸟可能是，毕竟我们有猫啊，有时候这个猫猫打一下呢，还是会，也会破坏它的这么一个，等于是界面的，等于是吼叫动作。刚才我们的地点啊，蓄力地点甚至是应该是打不到鸣鸟，我只是等于算是，抱侥幸心理吧，觉得是不是可以，它跑过来正好中着我们一个蓄力什么的。哇，我们的查查这是查查会睡觉吗？查查貌似粘一睡眠吗？好像睡着了，嘿嘿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哇，这是什么睡觉姿势？哎，你们家猫这么睡呀？这个我也是平常没怎么看过啊，这回是看了一眼，发现猫猫的睡觉姿势好奇怪啊。又抽风了，大家看，可以看一下这个，它的嘴的下边呢，有两个感觉像是树杈的一样的东西啊。那个东西假如要是断掉的话，就应该算是成功破嘴了，不过不太明显。另外呢，有人也是，有人表示啊，说我这个视频说什么玩意儿画质。我个人我打的时候开的是可是极限画质，然后 1080p。录的时候呢，录的是等于是码率是10000，由于是这个三测视频实在是太多了，我后期等于是压的时候呢，大概会压到9000，等于是平常我所有传的视频应该都是10000码率的，只有 online 的三测视频呢是全部大概是9000码，只低了1000，但是我觉得还好。大家看见说这些 AV 画质的，可能是因为视频网站二压比较恶心吧，可能是这么一个原因。但是我个人看的话，我等于是在我电脑上看这个是压好后的模样，还是可以接受的。这样我们先两个色吧。我是不太清楚啊，究竟是该断不是断尾，是去破这个尾巴上的毛呢，还是去打脑袋？哇，喵喵好猛，直接打出硬直来。这样想想去破尾吧。找原因呢是什么呢？貌似他的愤怒了，但是这边能达到吗？达不到，没有中招。我们也没有打到啊，
毕竟棉鸟的尾羽啊，还是做装备，做装备它是需要的，所以说我们破一破，你破头好，感觉破了头好像什么都不出吧，给我感觉。哎，不错，破围了，两次甩尾。哎，这又是干嘛？又两次起飞，你再做什么两次？哎，抽风抽了一次，看看会不会抽第二次呢？没有抽啊。刚才可能是随机事件啊，应该正好让我们给赶上了，这样哇好危险，刚刚还说是蹭一刀，结果为什么感觉这个 online 中怪物硬直恢复这么快。这时候我摊刀了，哎，查查救救我，哇你敢不敢快点，我这又不是麻痹什么的，稍微碰我一下就起来了。哎，瘸了，比较有意思。这样正好给他晃下来。哎，我们猎人怎么又不动了？咱正好看一下下边的嘴，好像破掉了。哎，刚才我是想放这个。想放强蓄啊，结果好像我推一下摇坎，这个猎人没有识别出来，不太明白是什么原因。希望不要再接一个周身的这种大魔术啊，这样直接我随便续了，毕竟是快死了，直接死了。好吧，应该是可以看看他这个脑。嘴下边这是树杈吗？感觉有点给我感觉像树杈，或者说是鹿角，总之是应该是喙啊，是鸟的喙。应该其实要是说我记得没错，是它应该算是软骨，是一种非常硬化了的软骨鸟喙。假如是毕竟是鸟那种嘛，应该算是鸟类，鸟类的嘴它的喙应该算是硬化的软骨，没有记错。这个东西毕竟破掉了，然后这样我们看一下，毕竟是大剑啊，一段、两段、三段、四段，四段的强蓄，这个攻击力能有多高呢？哇天哪，音效还是不错的啊。有没有给？估计是试炼的，可能是不给啊。或者不是说不给啊，可能是应该是破了后他会随机奖励给你一个东西，而挑战可能会奖励的就是奖励好一点，基本上都是一些需要做武器的一个素材，可能是这么一个原因。这个我毕竟是新的游戏，跟这个原作是没有这么一个设定的，所以说我是不知道，我要是知道的话可能之前就不会刷那么多的失恋棉鸟什么的。这样不过这个任务可能是这是主线任务啊，完成了，看一下。哎，这样又让我们开始打挑战面的。这样写的是寻找区域啊。我推测这个任务是不是？哎，我们先出来啊，有一个事情。先看点背包，不是特别满。这个任务应该是直接是我们探索完相应区域，是不是就直接就算完成了呢？
不用把这个免鸟杀死吧？他写的是寻找还是探索什么的？我觉得就是你往那逛一圈，只要到相应区域了，哎，就算完成了。我觉得是这样的，这样我们看一下吧。但是这些道具呢，还是保险起见，先拿一下。然后我们直接当一个采集任务嘛，写的是4679啊，这样4679，我们还是先去七区吧。哎，果然直接是完成，这样估计我们探索完了，直接推任务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去把这个鸣鸟杀掉，毕竟已经杀的够多了吧。这个任务我们就当采集任务做了，直接去进图采采矿吧。采采矿，另外蜂蜜好像造高级的药是需要草药加蘑菇啊，蜂蜜就没有什么用了。清点蜂蜜虽然听着很不错啊，但是目前来讲我是没有发现有什么作用。哎，又来了，这面墙。觉得好奇怪啊，这么平的墙，猎人居然可以在上爬。二测视频我就是提出来过啊。哎，9区那边好像有个蘑菇，从来不出什么精选之类的，这回呢我们也是再给他坑一坑吧。貌似还有一下啊。算了，不挖了。可能这一下有人输了。哎，你怎么？哎，叉叉怎么斗志不足了？哎，没准那一下就出了，你怎么不挖了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总之，我觉得随便挖了吧，觉得差不多了，我就走了。这样四区貌似还好像七区刚才可以去啊，我好像是绕了个远儿。另外，刚才听见一个比较奇怪的声音，有点像怪鸟扇动翅膀的声音。但是好像是螃蟹出来的，无所谓了。像我们正好这张地图好像没有8区什么，好像没怎么来过，正好过来给大家看看。这区实际上还是挺漂亮的。你看，感觉上有点像二代中的树海啊，这个现在这个地方有点像二代中树海最中间那棵大树的样子，貌似是在这里面是一棵大树啊。挺不错的，上来呢，一区这个地方有点像是黄龙九寨沟忘了，总之是好久之前去过啊，现在已经忘，应该是黄龙吧？这个好像是类似于温泉的还是什么的？哎，这个地方呢，又是之前说有点像，那个地方我又忘记了，有点像魔兽世界，就是大灾变这个资料片。我们在地底下，就是好像是接任务嘛，萨尔给我们直接是一只龙还是送到地底下，有点像那个区域，大家觉得？这样我们随便晃一晃。另外这些水晶什么的，貌似不能采矿。哎，这样任务是完成了吧？应该是完成了，clear。远处。这是蜘蛛丝吗？我们也是可以跑过去啊。貌似是蜘蛛丝啊，离近了大家可以看，哇，好像什么东西直接立了下来了，天哪，有点恶心。这是蘑菇吗？空心果，空心果，又是空心果吗？蓝线草包什么东西？不过我们任务总是完成了，这个就当采集任务了。Online 中也是跟主机版不一样，主机版放弃任务是会把你，相当于是状态归还到你出任务之前，猫饭可能是就没了，但其他东西是归还的，就是说算是你这个任务没有打，比如说任务中哎你吃了2个密钥什么的，发现哎好像打不过，可以放弃任务，密钥还你，
online 中可以看到踩了一圈东西都是给你了，稿子也还剩三个，所以说这是也是不同。有人可能主机版打多了，可能有些人发现哎抱怨说 online 没有采集任务，实际上我们随便进个副本就是可以当不打怪的话就是采集任务。将又找一个什么女士交谈，应该这个人是在梅杰波尔坦吧。另外之前这个叫梅杰波尔坦，我也是这期总之之前也很多人给我留言啊，说并不是很多人留言啊，总之也是有人提说你这个名字老是读错什么的，说老叫什么梅杰波多，我不是有意的，然后有些人是建议我改一改，我想了想还是这个梅杰波尔坦，还是哎，我是自己家默念了大概得有100多遍，给改过来了，希望以后不要再读错了。不过也是一些题外话，毕竟现在是跑路，我是什么都不说的话，大家可能会比较无聊。随便聊聊，哎，发现终于是珠宝啊！看样子这个主线任务应该是珠宝名家，应该是会教我们去做珠宝。之前我也是说，哎，没有给我们介绍珠宝的任务，这个也是，毕竟我的任务线什么的，暴击注定化解，好选择。其实我任务线啊是做的有点不太正确，这样哎，我们再看一眼啊。攻击珠、硬化珠、暴击珠貌似是提升会心率。online 中应该是剑切了吧？这个online 中剑切，之前我也是看了，再给大家看一遍，可能有人不知道。我觉得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。现在我们是剑切加2，会心率13%，剑切加1，会心率11%，只加了2，剑切加0，会心率5%，加了6。这个收益是如何计算的完全不明白，从这个加一到六点到加二的两点，我估计加三不会是三分之一，这个不会只加零点几点吧。总之剑切在 online 中我给我感觉输出想靠剑切啊，就是会心真的是没有什么用。会心伤害我也是不太明白是一个什么概念，这个还能加吗？而且还有一个会心等级，之前我们好像使的是什么大剑啊？沙龙王大剑还是叫什么？好像是沙雷鸟大剑啊。之前这个大剑它有一个会心等级，哎，我不太明白是做什么的。至今为止，我也是没有见到官方给出什么一些比较详细的东西啊。哎，所以说剑切呢，目前的 online 来讲，基本上感觉上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垃圾。另外，我在网上也好像有人听。也听有人说是什么哎，属性攻击只加两点的属攻，然后攻击 UP 小只加一点的攻击力，真是太恐怖了。不过这样我们拿一个防御珠不太清楚啊。总之这两个技能真的是哎，又给一个吗？好吧，没有，刚才是给了两个吗？还是说我生长学习，可能是我看错了，好像是只给了一个，这样无所谓了。另外我们的珠子怎么镶嵌呢？目前还没有直接割进去吗？割进去还可以再拔出来吗？不太清楚啊，这要割进去拔不出来，你要想再镶别的珠子，再造一套新的装备的话，要是这样的话就比较蛋疼了。希望不是啊，我只是随便说一说。应该主机版是你找铁匠他给你镶，总之是造装备的地方。 online 不太清楚了。锻造升级不太清楚，好像是哎，雷欧你怎么过来了？强化攻击 UP 升一，有什么？
哦，系统解锁装备镶嵌，貌似需要做任务，进行一次镶嵌。哦，原来是在这，我还说呢，是没法镶嵌，这怎么弄？该装备无法进行镶嵌，这样吧，该物品不是装备。哦，好像是需要我们给拿上来，回复率减一，什么意思？卡片解锁又是什么玩意？可以拔下来吗？哎，这个怎么拔下来呢？算了。今日上线提升了，貌似升级了嘛？发明家马克。哎，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飞机头，好。相信我们再试一下啊。像不行，这我就不太清楚了。是，要是不能拔下来的话，估计就比较恶心了。另外，甚至会，我猜测会不会你镶进的珠子再镶新的东西，原来的珠子会坏掉的。希望不要啊，不过这也是说不好。这样一些现在身上很多的这些配方书啊，很占地方。哎，素食珠，这个貌似比较有用，居然只要20就可以去。哇，可以造一些素食珠啊！毕竟现在我们冲的话用这个阳翔圆珠，感觉上这么冲好像比较浪费材料吧。灰水晶虽然很多啊，毕竟没有冲过。假如说你后续的一些东西是需要，比如说阳翔圆珠完全是不够用，要是不够用的话，估计直接把它给冲灰。够用的话，我觉得我就不想冲了。不过现在我们是不太清楚，毕竟是新游戏，不太清楚。直接先接着去做这主线任务吧，也是发明家马克。他呢，应该是这个城镇的新发明家。之前我在之前自己私底下的时候，我也是来他这是冲双发明，也是学了点新配方。不太清楚这个主线把我们带到他这儿会有什么新的东西。兽骨钟10个，燕雀石10个，我们应该有吧。第六章天与海与忙碌的人们，不太明白，还好我们有啊。这样损失了一些经验值，哇，损失这么多。必经航路，挑战青怪鸟，哼哼。看样子我们的主线任务啊确实很脱节，这样没有办法了。另外那边是哦，那边那个叹号啊，应该是签售的。我估计这期呢我们就先不打了。这期我觉得是我们把这个青怪鸟的一些，好像写的就是探索区域啊，完全不需要杀，还好。我们探索一下，然后再看看吧。青怪鸟，这边应该是没有走错。发现我天哪，这是什么铅？哎，片又刷没了。铅，哎，算了。哎，挑战青怪鸟，看样子现在任务啊可能也是有点限制了。之前好像是比如说让你打一些之前打过的怪，可能就是哎杀死一只，比如原来的羊酷酷，就是哎杀死一只羊酷酷。现在也是让你做这个挑战青怪鸟，也就是说他要求你至少打一次试炼，然后再去进行挑战，可能也是让玩家增加点难度嘛，或者说是让玩家多浪费一点玩家的时间。但也不能说是浪费啊，可能是哎为了，可能也是经过计算吧，就是说哎正常情况下的话，打一只试炼，然后再打一只，再做这么一个任务，最后素材呢应该没准是够正好造出一些装备来，可能我觉得是最好是这样子啊，就是说、哎、你经过了比较严谨的计算，不需要是像我们之前像我这个
玩命的去刷装备，结果是刷怪啊，刷结果还是不出。刚才呢，我也是没有什么都没拿，好像拿了点东西，然后就放弃了，因为毕竟是一个探索任务嘛，写的是357。取便利，哇，这轻怪鸟，包括大怪鸟走路还是哥斯拉的声音，非常恐怖。哎，三区有个矿，挖一下。然后是5跟7，这样我们直接是走到7吧，走到7，然后走5。哇，好多的波波哎！波波你好，波波，哎，别走啊！哇，还活着吗？天哪，好硬的波波！搭建3段，我这已经是4段了吧？对啊，四段蓄力，主机版。哎，大家看见了吧？刚才我杀波波主要原因啊，就是想看一看能不能扒两次，貌似不能。主机版有什么怪？就是小怪啊，这种给生肉的怪，可以经过，简直是经受得住搭建的一个3段蓄力小怪。这个叫有一只怪叫什么？锤皮龙是吗？有可能啊，我觉得那只怪真的是非常的硬。我平常哎，比如拿太刀打，有时候是7人槽都打满了，这个怪还没有出硬局呢。其他的波波的话，估计就不太像，还是感觉很脆。食草龙可能甲壳食草龙可能有可能啊，但是给我的印象中，一个3段还是就死掉了，除非你的武器是比较特别。我们现在武器应该还是挺厉害的吧。毕竟这个任务呢，应该算是一个25级的任务。毕竟是青冠鸟，青冠鸟算是20到30级的怪，我们给它算到25级的任务。以后主线打到电龙的话，就算一个30级的一个任务吧。我这么理解它，拿着相应的等级的武器，3段蓄力打不死，有一点吓人。另外发现我们的奥义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好像是随着时间的增长在增长。哎，又发送了一个青眼树，发现青冠鸟还在2区待着，而且一进区就激活。哎，我的人停了。刚才我不是主动停下来的，我的手柄又是不太明白。哎，看现在我换区。貌似我换区后一直推着手柄，我们的这个人物啊，一直推着手柄人物好像是在保持一个奔跑状态，不太确定，我们再做一次试验。主机版起码是啊，毕竟主机版里这个换区只有在狩猎场的时候会换，应该是会持续保持一个奔跑状态。我们为什么要回去了？不好意思啊，就是跟大家保持抱歉，我以为是要回营地。跟这个红色的箱子对话的，最近也是不太清楚，可能是打多了，有点变得无脑了。总之，在狩猎场里一直换区的时候，推着摇杆，只要是不松开摇杆的话，这个猎人会持续移动。但是我们在地图外边呢，换一个区，发现貌似是你必须把摇杆松开，然后再推一遍，才能继续这猎人是行动起来。我说我是希望改一改，既然在狩猎场就是副本内是可以，哎，你可以这么做的话，为什么不在地图外面加入这么一个功能？这样，又给飞行器在这儿。这样发现我们飞行器的声比较多了，而且发现现在也没有什么人在嚷。哎，青怪鸟的毛，我还想打呢。正好我们打一打吧，因为我们要把青冠鸟打呢，可以，我还缺几个它的毛，正好能做出它的片件来，也是换一换吧。好久，也是最近一直在用大剑，毕竟开荒给我感觉上开荒最安全武器还是大剑，直接拔刀流。这样我们
下期去打两只，估计是挑战青蜂鸟了。因为失恋的话，虽然说难度比较低啊，但是貌似给毛的几率感觉上不是100%给。挑战有时候好像也不是100%，毕竟可能还是有一定随机性啊。但是挑战给的几率更大一些。下期我估计我们的计划就是去打两只挑战青蜂鸟，其他看时间了，估计会打的比较恶心，毕竟有单人打了，可能看一看吧。要是能组到人的话，就组个人。没有人的话，我们单人打。我们这也是下期计划了，这期呢也就到这了，希望大家能喜欢，这样我们下期见。